来，好了。星星该不会去直接睡觉了吧？回来了，我很快。我们去速战速决，咔咔一顿弄。哇，很多哎。哇，这风哎，进屋吧。可以啊。晚上那山里恐怖吗？前面？挺黑的。其实说实话，我最讨厌这种荒郊野外啊。就我不喜欢那种淤泥的那种感觉。那我好多。我们拍那个快乐到家不是在泰国拍吗？我有一场戏不就是我要下到那个水里面吗？然后那个下午的时候我就去洗手间，我发现那个洗手间离我上午拍戏的地方就高一点点，简单的来说叫上游。想想我们还在泰国一起拍了个电影，也干了不少事儿呢，那么多年。你记得我们住的那个酒店有多少的明星入住吗？你记得拍那个《烈火英雄》啊？对对对对对。叫《唐人街探案》是吧？《唐人街探案》最早的第一集。《唐人街探案》是有他吗？有，他最后。最吓人的就是他。是不是该这么想？吓人吧！妹妹是这样的，拿这个，拿这个。是的，妹妹是这样的。哎呦喂！哎。每个人从出生就注定扮演各自的角色，有的是善，有的是恶。你呢？人是不是该这么想？人是不是该这么想？算了算了，应该不是吧？你这演的，你特别像机器猫里那个康夫。明天还有任务吗？没有啊。不是要去卖胶吗？卖胶走出去就好了，一个人去都行。那我们出去运动的时候可以去把胶卖了吗？可以可以啊。你要一直端着那个碗跑到那儿？不是碗，都收成两桶了。啊，收成桶了。因为我们拿几个碗是吧？拿那个拿筷子支着那个碗。欣姐，你要不要到我腿上？我可以蹬你。嘉哥，嘉哥，传过来，嘉哥，给我，哎，蹬人，给我，嘉，哎，好，哎，继续，来了，鹏鹏，准备，咦，鹏鹏来，好，接住了，妹妹。准备！哎！我都不知道已经11点多了，是不是以为是8、9点对吧？对，没点儿的。你如果困了可以来玩一玩。你先说一下嘛，是谁在配合你玩那个游戏啊？没有人配合我，这就是一个魔法。晚上我们准备给欣姐来一套，你我他。
你记住了吗？你有他，你是左，我是中间，他是右边。好好。重点是嘉哥和海涛哥都知道，全世界只有吴昕一个人不知道。我有魔法，你们相信吗？我待会儿会离开，你们任何一个人指这三个杯子其中的一个，回来我就知道是哪个。好好，你猜猜看，你是左。我还是好热，我脖子也疼。我是中间，欣欣，我就这样看着你。我好了，我好了，中间那个。好了。你们得指啊，不指不行。是哪个摄像出来？是哪个摄像老师快出来？那个戴帽子的告诉你的，他刚跑了。我知道是黄老师告诉你的。那我根本就没在，为什么是我？这有一个人刚才戴帽子的走了。我知道是谁了。谁啊？是谁？就是他、啊，只有他一直在。嗯，是是是，你别说、啊，就是他，高老师发现了，完了，彩灯，你暴露了，你四季以来练就的独门本领被人发现了。你们居然怀疑一只老鸭子，到底是谁呢？这就是一个魔法，没有人配合。这样，欣欣，你觉得有可能是谁？我觉得嘉哥应该有一个。鹏鹏配合你。那里你走。啊，好，你们到里面的房间去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被赶进来了。先指一个来，好了吗？好了。再行我就把这个喝了。这个猜完了吗？猜完了。对了吗？对了。我觉得欣姐你要跟我们道歉。对不起。杜海涛你给我进去。杜海涛进去，杜海涛进去，快，你们俩回来，你们俩回来。来这个。妹妹你进去。来吧，你不指我就走了。欣姐是不是你啊？欣欣，欣欣，真的不是我。欣姐，哦，真的不是我。欣姐，所以你一直把我们赶走。真的不是我。等会儿我们为什么要听欣姐的？你进去。好，你出来吧，你出来吧。凭什么呀？真的不是我，谁呀？那就是你呗。怎么可能是我呢？你玩什么呢？还在猜呢。黄老师现在初步就是他们四个已经都排除了，现在就是欣欣。可是我真的不是呀、啊。欣姐你还演呢？我没有演。刚刚就你都在。那就是你啊，那就是你。真的不是我。我进去你再玩一把。好，我们来啊，还是何老师弄魔法啊。哪个何老师？这个啊。好好好好好，来。好，何老师你先说是哪个？这个。吴昕，来来来，你回来吧。对了吗？他又不对，你出去他就不对。什么？真的不是我。那为什么呢？我反正不能说。欣姐你太夸张了。你我哪夸张？哎，
欣姐这个戏，欣欣我跟你讲，你绝对是最佳，我你演太好了。真的不是我。你太能装了，欣欣，你这装的别人都糊涂了，被你弄。不是，我现在都几点了，我没必要装了，我知道，我肯定说我知道了。几点了？是暗号是吧？真的几点了？是暗号呀。我必须有一说一啊，你肯定是卧底。我真不是。那你再出去一次。好，我再出去一次。何老师，你不能故意答不对。好。你不能那个。我不会的。好，何老师，你转过去。来，好。好，你们指好了吗？好，好了，好，你转过去吧。这个。欣欣，你过来，欣欣过来，就是你。又错了。我非常认真的猜了，真的不是我的感觉。我有我的人格担保，不是我。我有人格，我有的，我有的。但确实是这样，有可能就是魔法。妹妹，你觉得是真的有卧底，还是就是何老师真的有魔法呢？我觉得有魔法。这是个魔咒吧？你们觉得他是有魔法的是吗？我觉得是有，因为就像歌词曾经都说过了吗？他有神奇的魔法，是开心大喇叭。我懂了，你也会，我差不多。你感受到了魔法的力量。那你可以试一次吗？那我们试一次，佳佳，你把眼睛蒙上。好，好，星星指一个。好了，你来吧，你来吧。你看他也会，他也有魔法。他有神奇的魔法，是开心巴拉巴。那我也来试一次，星姐，那我可能懂了，星姐。是吧？让黄老师试一次，就是最右边这个。我现在有一种大胆的想笑。你们几个都会玩，只有我不会。现在一定是这样的，现在一定是你们都知道，就我不知道，一定是这种情况。那不然怎么会这样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也太大胆了。我这就你们都会，就我不会。来，海涛你来一次，海涛你来一次，来，看他行不行啊？好紧张。好。这不止，我没法猜啊。